各队的小风箱真是惊喜不断，才艺满满。孟哥和小婷鲤鱼打挺，这个起床方式有点费腰啊。这个游戏绝对是秦霄贤教大家的，九花千防万防，没防住眼疾手快的对付痛击队友。九队的风箱又名大华受难日，他们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开始笑了。真的被无实物表演笑死，有你们在，以后绝对能拯救师傅的票房。这二队你就粉吧，贼拉拉的好，一看一个哈哈哈。队长和夫人亲自上阵舞狮子，社会我东哥的红衣服绿袜子嗷嗷喜庆。八队的开场主持又正式又想笑，队长虽未到但处处都在。封箱演出由八队全体队员倾情奉献，晚会监制张云雷，晚会总导演张云雷，舞美设计张云雷，后期宣发张云雷，晚会独家商业冠名赞助云雷造型。公司的整体文化水平一下就提上去了，就想问问这个英文版的队长要是来了能听懂吗？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Beijing Provinc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新街 Pronouncer 2024 the end of the year performers. Today we and all of the Provincial brothers and teachers, we are in each every thinker's friends video online watching friends friend here. Welcome everyone.经典的煽动群众包袱，没想到今天由兰兰来翻，搭档的快乐他终于体会到了。别煽动群众啊，我这是北京，哪有煽动群众啊？别煽动群众起哄，现在都是我粉，还有煽动啊，我也没想到还有机会翻这种包袱。哎呀，就得祝贺宋智你，这点人平时他就这么翻。哎，不用你们俩对着了，还要他对着啊、咱俩跟他们俩玩了吗？我玩会儿，我玩会儿，我还想玩了。我打人？不，咱俩比。我这不是，哎呦，咱一人，咱俩或者他们俩打，一合打一合方。对不对？不要这个。你小心扎手。我们俩打不怕。我们俩紧张失误。哎，这么着，给我这个。不是，三二一，开始接。这么着，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这不就方便了吗？对，好不好？拿喷头啊！我先开始吧，蔡丁刚开始，蔡丁哥，我先来啊！3 2 1开始变，3 2 1开始变，3 2 1开始变。但是，其实应该我说完了，你说。对呀、啊，知道吗？咱们是游戏吗？是游戏，好吧？那还是我先开始行吗？行。3 2 1看这边，什么玩意儿？他防住了，就继续。他是防谁呀？他防他呀。他打谁呀？丢手绢吧。要不咱蹦高高吧，好不好？蹦高高，他他应该打我。他打我你，对，他给我防住在他这儿吧。对，是他这儿。我输了，你打他，防止让你打他，然后他防他，你打他行吧？哎呀！
要不咱换四个人吧，好不好？我替他打，你替他打，你替他打我，你替他防守，行吗？明白了。啊，你们家没电视吗？在林哥，你先开始。三二一，看这边。啊！谢谢你啊！哎，什么呀？先带来这边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蛋糖奶。能不能让九楼帮我签？把这还给你。我对象特别喜欢，我对象特别喜欢。好，喜欢谁呀？九楼。他个子高。谢谢你啊，一会儿好，昨天就说了啊，不要这样啊，先回去，我不签就把东西拿走是吗？啊，得嘞，谢谢您啊，今天是这个啊农历的23年，我们九队的最后一场演出啊，这个赶在了哈尔滨，是特别的开心。九队呢是德云社比较年轻的队伍，场上那些演员呢，估计各位都很熟悉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啊，从这个右边开始，这是三哥那个徒弟，叫做王小格。第二那位呢是张潇霆，陈九福，这是队里为数不多的我的师哥啊，叫刘贺安。啊，
掉。这人现在特别优秀的演员叫张肖帅，今儿这头花80抓的啊。往边上那个是我们队的老骚包了啊，这是啊，当过喇嘛的叫刘鹤春。春哥边上这个我们好哥们叫董九涵。这是您各位黑龙江的娃娃啊，家里离哈尔滨也不远。边上那位呢，现在特别优秀，叫樊潇棠。好，九队中流砥柱吧啊，孙九芳。谢谢您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德云社，也关注我们年轻的德云九队。他们上场之前跟我说，但是没说详细，说有人准备节目了，是吧？有绝活的，来。啊，我很期待，游戏开始了。给大家学一段说唱，说唱。啊，这是您在西藏学的吗？西藏回来之后学的啊。DJ 了不了表了，咱们的 people will go come on， 熬夜熬夜，阿爷阿爷，小爷口沫口沫，拦我拦我，你吧你。还有人要表演的吗？没有没有没有人能没有能盖得过他了，是吧？哎，好嘞，朋友们有什么想聊的吗？或者问台上演员的？小格啊，来一个吧，小格。好，喜欢小格是不是？好，哎，明年少见了啊。我也没什么啊。哎，别唱了，没打关机的就行。好好好，那唱最近也是经常刷到的，也新学了一个，像风一样的粤语版《风的语言》，好吧，就唱四句。飞我在空中无影的风，那是不是你的短暂抱拥？窗外旋转又无影跳动，呼吸都是你的内心触碰。就这样。熬夜熬夜。还有吗，朋友们？咱们打莲花了啊！九峰，我要看图东北。松柏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关外飘向北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谢谢。真好啊，都是身怀绝症啊，大家。还有吗，朋友们？甜甜来一个，来唱《忽然之间》啊。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谢谢，再唱有版权了啊！哎，等会儿，等会儿，主播来吧。哎，主播这正经是唱的好的啊。学过那个民歌之前啊，谢谢啊，刚才唱的都是歌，这回唱一个戏吧，京剧啊，来一句啊，多放刀是吧？没有没有，别装了。当风也来，砍断弦难。你是不是坐在车标里？得嘞，你准备咱唱哪一首歌曲？什么？咱唱哪个？奏无凶是吧？先试试这个。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比较紧，哎，完了也没怎么排练。是因为这个，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哎，他这个剧场设计啊，前面一道门就是观众了。如果我们在试这歌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提前泄露一些东西。反正也是假唱啊，对啊，哎，这个反正也是放伴奏的唱。得嘞，谢谢您啊，来音响老师，奏无凶啊。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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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有时真的陪陪父母，他们没什么儿女，放心，见他们不再年轻，白发早布满了双鬓。看过了烟花绽放一瞬间七彩的绚丽，也看过了兄弟碰杯后认定的摘下面具，习惯了在台上为你们一次次的献祭，也习惯了列位单纯惹了祸再一次面壁。像他们说的只是功名利禄，二更连宿舍单饭，成了慢慢一段段的暗淡，一段段像你说的散烂，那追求他们怎么成功，快乐往往就在成功，那个是你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也会过老成风，手里的酒早已换成我为你斟满的茶，冰冷的冬面也不及暖那温暖的家，辛苦了爸爸和妈妈一次次的将我扶起，一段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对我来说足矣，成长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感谢有你们在身边，无论身处高处又或者是深渊，只要有你四季都是春天。灯光老师把这个灯开开，咱们照个相吧，好吧。